小子，今日你插翅难飞，还不如束手就擒，我们赏你一个痛快。云长老面色阴沉，凝声对着秦逸尘说道。他也是看出来了，似乎这个少年对他身后的两个家伙极其的在乎，继续战斗下去，就算他能抗住，他身后的那两人绝对承受不了这种级别战斗的余波。当日我杀邱吉卓，不过是因为他咄咄逼人，而且要置我于死地。秦逸尘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说道：今日你们北冥宗长老又如此逼我。逼你？哈哈，就算是又如何？云长老沉声嗤笑道：在这片地狱中，就算你再妖孽，但得罪北冥宗绝对没有第二选择。这是你们北冥宗自找的。饶是泥人尚有三分火气，一路逃窜下来，此时秦逸尘终于是开始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意了。哼！云长老冷哼一声，旋即对着身旁两个长老使了个眼色。那两名长老身形暴掠而出，真元涌动之间，两道强悍的攻击猛地击射而出。不过这两道攻击却是连秦逸尘的矛都没有碰到。两个武王中期的强者连气息都未锁定，犯了这种低级的错误。不过对于这些，两个长老眼中却是有着狰狞之色闪动，这根本不是他们打不中秦逸尘，而是他们的目标是他后方的卢小官与公叔芷衣。死！与此同时，一道充满杀意的喝声响彻而起。云长老脚下一踏，持着赤血剑，带着凌厉而又强横的剑气，对着秦逸尘爆射而去。先前两个长老的攻击是他们故意而为，为的便是让秦逸尘分神。卑鄙！公叔芷衣低骂一声，俏脸逐渐的冰寒了起来。面对爆射而来的云长老，秦逸尘低垂着脑袋，既没有去管射向卢小官、公叔芷衣的攻击，也没有要抵挡云长老的迹象。既然你执意求死，而就在云长老已经爆射在了秦逸尘身前，手中长剑甚至已经破开了秦逸尘的衣裳，后者的低喃之声却是陡然化作惊雷，在其耳旁炸然响起。那我便赐你一个痛快。一道白芒从秦逸尘手中闪烁而出，没入云长老胸口，然后从其背后透体而出。这怎么可能？只感觉胸口一痛，低头一看，望着穿透了心脏的血洞，云长老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之色。当他心中的念头刚落下，却是感觉眼前一黑，陷入了永久的沉睡之中。他杀了云长老。见到这一幕，寒意从两个北冥宗长老心底渗透而出。这个小子竟然有这等可怕的实力，刚才那一瞬太快了，别说他们了，就连三人之中修为最精湛的云长老都没有反应过来，便是已经被后者一击毙命了。这个混账，难道他不管自己的同伴吗？两个长老恶狠狠地盯着秦逸尘身后的两人，对于自己的攻击他们相当的自信，区区一个武王初期的小子可没有本事挡下。砰！不过他们心中的念头还未落下，在那一道强悍的攻击即将落在卢小官身上时，却是被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陡然撕裂而开。真当老子是软柿子不成吗？卢小官的怒喝之声响彻而起，接着一头浑身闪烁着金属光泽的黑狼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这是看着那头眸子内闪烁着红光的巨狼，不知为何从那个长老心中突然有着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升起。还没待他反应过来，巨狼挥足扇了下来。那个长老想要全力抵挡，但是他的攻击，他的防御，在巨狼那一足之下，似乎就是纸糊的一样，瞬间就被撕破，接着血光大现，惨死当场。小黄，另外一边，随着公叔芷衣的叫唤，小黄出现在了他的肩头，但是没有人会在意小黄的存在，包括那个冲袭过来的北冥宗长老。就算他已经看到小黄冲着他冲了过来，他依旧没有在意，他的注意力一直都放在公叔芷衣身上。直到一颗头颅冲天而起，他看到了自己的身躯仰面倒下。长老！见到这一幕，剩余的十名武王弟子惊呼一声，旋即死死地呆愣在原地，看着那头黑色的巨狼和那只似乎毫不起眼的飞禽，他们眼中充满了震撼与愕然。这时他们才明白，不是秦逸尘不护着那两人，而是那两人和秦逸尘一样拥有着强大无比的实力。你们
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北冥宗弟子颤声地喝问道。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，眼前的三个人来历绝对不简单，因为他们都很年轻，都很强大，若说他们没有点来历，谁也不会信，而且只怕他们背后的势力并不在北冥宗之下。哼，你们没资格知道。卢小官冷冰冰地说道，眼眸内的不屑让周围的人心神一颤。果然如此，人家根本不惧北冥宗。传讯给北冥宗，我秦逸晨会去拜访你们。而在十名武王弟子以为今日必死无疑之时，秦逸晨的声音却是响彻而起。不过这道声音中没有了之前的那种平淡，有的是怒意与冰冷的杀意。既然已经暴露了傀儡的存在，那他也没有必要继续隐藏下去。不过是几个呼吸间的功夫，秦逸晨三人的身影已经是化为了三个小黑点，消失在他们视线的尽头。在秦逸晨已经消失了许久，十名武王弟子紧绷的身躯才是缓缓地松弛了下来。在回过神来之后，十人面面相觑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云长老被秦逸晨击杀，而另外两个长老在那巨狼和飞禽之下没有半点反抗之力的相继赴死。但是他们可以确定一点，那就是不管是秦逸晨还是他身后的那两个家伙，都不是他们这些武王初期的弟子能够奈何得了的，甚至人家都不屑杀他们。此时在不远处密林中，几道身影悄然从林中掠出。这些人原本是远远跟着想看热闹的佣兵，可是现在他们却都是满脸的惊骇之色。三个年纪那么小的家伙竟然反杀了三个北冥宗长老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任谁都不会相信。之前被追得落荒而逃的三个小家伙竟然有这等可怕的底牌。而最让他们震撼的并不是这个，最让他们心惊的是那个为首的少年离去前的那句话，拜访北冥宗。他们可不认为秦逸晨会是真的去拜访，难道这个小子在击杀了几个长老之后就妄图去挑衅北冥宗的权威吗？北冥宗在这片暗潮起伏的地域中已经传承了数千载岁月，其底蕴之浑厚，岂是区区几个武王境的小子能够挑衅的？究竟是那个小子太过狂妄自大，还是他有着惊世骇人的底牌，足以挑衅身为这片地域霸主之一的北冥宗呢？这些东西没人知道，但是可以预见的是，这片地域定然会因为这个名为秦逸晨的少年而震动。以武王初期的实力灭杀北冥宗长老，这足以让其自傲了。在灭杀了北冥宗三位长老之后，秦逸晨的面色却依旧不好看。在之前他因为不想招惹麻烦，所以想要避开，可是北冥宗的长老们却非要置他于死地，甚至为了让他畏手畏脚，竟然还卑鄙地对公叔芷衣两人出手，这是让得他无法接受的。虽然说秦逸晨不愿招惹事端，但是被人欺上门来还一贯的隐忍更不是他的作风。现在北冥宗的长老已经杀了，但是秦逸晨知道，若是不彻底解决这件事情的话，那北冥宗定然会大肆通缉悬赏，接下来还会有无穷无尽的追杀。老大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